好的，各位，现在是唱歌时间。哦，等等等等，别在这儿唱，别在这儿唱，我在欣赏我收集的瓶盖呢。可你难道不想唱首歌吗 ，Bert？ 不，可是 Bert， 这可是首叮当之歌。嗯，叮当之歌，什么是叮当之歌 ？Bert， 这是首和蜂鸟们一起唱的歌。哦，当然，你也可以一起来。哦哦，等等，先等一下，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了。你觉得和往常一样，在你唱歌的时候，我就会加入，然后一起玩，对吗？一起来吧 ，Bert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加入。真的？那我不会喜欢的。你和蜂鸟一起唱歌，一首叮当之歌。蜂鸟最爱唱叮当，叮当之歌。他们是最出色的歌手，他们最爱唱歌，一起唱首叮当之歌。好的 ，Bert， 跟着我唱。你也是。叮叮啊叮啊叮当，一起来 ，Bert。叮啊叮啊叮当，带点感情。叮啊叮啊当，叮啊叮啊当。对，这就是一首叮当之歌。我不喜欢。叮啊叮啊叮当，叮啊叮啊叮当，叮啊叮啊叮当，叮啊叮啊叮当。给我一个乒乓。乒乓球，唱给我听，叮当，叮当，叮啊叮啊叮当，叮当之歌。出去，这不是很有趣吗？出去，那出去，出去，我可不喜欢。出去，我不喜欢这首歌。好吧，出去，出去，我不喜欢这首歌，都出去吧。啊。叮当叮当叮当，叮当叮当叮当，叮当叮当叮当。你在干嘛呢 ，Bert？ 哦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